娘家回来就带了一大堆东西，这些东西啊还都是我老妈给她女婿的。我这个老妈真的是太宠浙江女婿了，连我这个女儿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回娘家也有三天了，今天我是悄悄回来的，我就是想看看我老公在家会有什么反应。哎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你不是说在那边要住好几天了吗？我不能回来了。能，想我了没？不想。哎，逗你的，想，赶紧进来吧。来，过一圈。走，等一下，东西还没拿呢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你怎么回到娘家带了那么多东西啊？这是娘家的贼呢。瞎说，都是丈母娘给你的，好不好？都给我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是啥？说你痛风，给你买的草药。哦，那这个呢？这个老丈人给你的、酒。他说你喜欢喝。那这个面。对呀、米粉啊、你不也喜欢吃吗？都是给你的。那挺好的，你以后要多往娘家走走，这样我们的生活物资就都有了。你想多了，还多走走？要走你走，我才不走呢。行，我去也没事啊。你在家乖不乖？那肯定乖了，不信你问儿子。哼，你是不是把我家弄乱七八糟的？没有啊，这是我保持的干干净净的。你不信你检查一下。哼，我还真不信了。嗯，我看看。你看碗都洗了对吧？洗了，这就洗了。啊？这个是早饭，晚饭的我都洗好了，这个早饭来不及。对，把我这里弄乱七八糟的。那没办法，早上吃的晚嘛，送儿子上学没办法。我来看看厕所啊，哎，你看看，衣服全都放在这儿，对吧？就蹲在这儿，就给着我洗、啊。是我刚准备洗的，你就回来了。你就不能自己一次性洗掉啊？那昨天换的，对吧？肯定要今天洗啊。那白天我去上班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啊？这个什么借口啊？我回去三天，你三天都没洗是吧？那还有啊，就昨天的洗了。就昨天的，我看三天衣服都在这儿。洗了。你看这儿。床上乱七八糟的。哎呦，这个我平时也就这样，好不好？难怪说想我了。那肯定了，就等你来做家务了。你把我当什么了啊？你们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子的，在家啥事都不干，家务事也不干，就等着女人来做。难怪说想我呢，他想着我做家务事呢。